刚才怎么展览呢？嗯，把这个有色标的一面往这边带到这里就行了，在这里就按那个一个手，这边有一个手动画面，按步进减重，那按好步进减重之后，有这个剪刀的中心对好，对跟那个色标的中心，那要色标中心在一起，在都在中心，这个关键可以上下调节的，是吧？那这个蓝色的中心点跟这个看色标看到的那个中心点，这要在一条线，在一起，不然剪下来会那个包衣会破的。去上。